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再继续呢我们上一周所谈到的防卫性民主的问题。那么我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啊。这个防卫性民主呢基本上是来自德国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在二次大战以前，德国在维马宪法时代呢，他们是采取的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的民主，那么每一个政治的主张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也因此呢大家都互相尊重，因此呢也就互相宽容。基本上呢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这一个不同的政治主张能够相互宽容，然后呢这个在言论市场去竞争，看谁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那么这个就是民主政治，就是基于价值相对主义。那么但是呢后来就发现也是历史证实呢，一些主张价值绝对的，也就是不宽容他人的政党，他也利用民主，把民主当作他的工具，然后透过一个民主政治的手段呢，取得政权。然后取得政权之后呢，他就消灭了民主。所以在这里就开始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那么到底民主政治，我们说要互相宽容，那么对于那一些不宽容别人的政党，民主政体还要宽容他吗？那这个就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呢就是基于过去纳粹利用民主来夺权，最后消灭民主的这一个惨痛的历史的经验，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这一种防卫性民主的这一个想法。那么这种防卫性民主呢，其实一直是一个争议蛮大的。这是在可能是在德国或者是呢有些欧洲国家呢，他们可能会有这种历史的一个经验，所以就产生防卫性民主。但是是不是在全世界各国也都一样啊，都会引进这个防卫性民主？这个其实呢不尽然。但是呢在近一二十年来呢，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呢，很多人也都开始在讨论这一个防卫性民主。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1990年代，那时候呢，那个阿尔及利亚，北非的一个阿拉伯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它也是要开始走上这一个民主政治。那么当时的军方就本来就是军方，他们是独裁哈，铁腕统治。那么后来他们说要还政于民，那么就准备全国大选，那么让各个政党就成立，那么要透过民主程序来产生一个民选的政府。可是呢，后来呢，却是一个伊斯兰的政党。这个伊斯兰政党呢，他明摆的就是说呢，我现在呢，就是如果我当选组成政府，那么我将以伊斯兰的律法来治国。那么他不再承认这一种西方的这一种民主多党政治互相竞争的这一种政体。那么显然就是说，这个伊斯兰政党他是反民主的，可是呢，他要明白就是我要利用这个民主，如果我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那我就要把民主就要把它抛开，那么从此呢就要用伊斯兰的律法来治国。这个调查其实就很像二次大战以前纳粹当时在威马宪法的时代。那么纳粹当时呢，这一个他们的宣传部长那个戈培尔，他当时呢在竞选的时候呢，他明摆的就是在德国
在报纸明白的就是说呢，他说呢，我们就是像一匹狼一样啊，那么这个威马的这个民主政体其实就像一些羊群，他说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利用民主，我们就要利用民主来获取政权，然后呢，来这一个后来我们就不用再，就不再支持这种民主政体。那他明白了，就是说呢，这个说羊群们狼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他明白的，就是已经就是说我就是明着就是说呢，我就是要利用民主。那等到我上来之后呢，我要反民主。那么1990的这个阿尔及利亚也是一样的，所以后来呢，结果大选的结束，这个伊斯兰的政党他获得多数，那么他要准备要筹组政府的时候呢，那么阿尔及利亚的军方就最后呢，他们就再一次，应该算也是一种政变哦，也就是说他把选举的结果就把它没收，就不承认选举的结果，但是继续就是由军方呢继续独裁掌权，因为他就是不在，他说这种民主，你让这个伊斯兰的政党利用民主，那么他明白就是说他要利用民主来反民主，所以呢这个就军方呢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在整个的国际人权法、国际公法上呢，很多学说都在讨论。那么大家都讨论说，军方的这种做法对不对？他可不可以没收这个民主选举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学说上呢，有的人支持，认为说呢，这个民主本来就应该就是支持防卫性民主的，就认为民主应该是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反民主的这个政党，民主政治不应该要宽容它。那这个另外一说就是认为，民主政治既然就是民意的表达，那既然民意已经支持这种反民主的伊斯兰的政党，那就表示说，多数的阿尔及利亚的民众呢，他们支持就是说呢，这个伊斯兰政党他掌权之后呢，他就不再有办民主的选举。他认为说这就是民意的表达，那这个就是人民的选择，你只能够尊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吊诡、非常两难来判断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德国就是二次大战以后，他们基本法就是明白的确定这种防卫性民主的政体，那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反宪法的政党，那么它就会把它界定为这是一个违宪的政党，那么可以由那个他们的联邦政府或邦政府可以申请由联邦宪法法院他来审查看看这一个政党有没有违宪。如果联邦宪法法院审查的结果认为这个政党是违宪，那么他就可以宣告这个政党是违宪，那么就把它解散掉。那么什么是违宪的政党？他们指的就是他们的基本法就有明白规定，就是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这个就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应该大家都知道，它的理念基本上指的就是民主政治、法治国，也就是要求人权的保障。要有权力分立这些宪政的这些基本架构，那么这种宪政主义呢，英文就是称为这个 constitutionalism 啊，宪政主义的内容就是民主，就是法治国，就是人权保障、权力分立，还有独立的司法。所以，在德国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政党，他的党纲明白了，就是说呢，他是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那么这一个就是一个违宪的政党。另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说，政党如果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那么这个也是违宪的政党。不过，实务上德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说争议，说有真的是有什么样的政党会危害联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他们有争议的都是很多政党。他到底是不是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都是在这一个问题
才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德国就有两个政党被联邦宪法法院呢宣告这是一个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政党，一个就是极左的德国共产党，因为德国共产党大家知道说共产主义它基本上就是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它是反民主的。那么他们又禁止另外一个就是新纳粹，就是战后的一些新纳粹。那么有一个新纳粹政党，它叫做社会主义帝国党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新纳粹。那这种新纳粹的组织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们防卫性民主的概念的出现，就是在主要就是在防这个纳粹重新崛起，所以就把这两个政党就解散掉了。可实际上，就因为那两个政党都是很小的小党，他在整个当时德国的1950年代的社会呢，根本没有有什么样的支持，他们每一个党的支持率大概都不到1%，所以把他们解散之后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德国共产党被解散之后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只是换个名字，变成共产德国党。那这个新纳粹的政党也是一样，不同的名词一样出现。所以这个问题呢，在德国又开始大家都在讨论，那到底要不要有违宪的政党，要不要把它禁止掉，要不要有这个制度。有一说是这么说，还是一样又要雷厉风行，只要这种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政党无论如何呢都不能够兼容于民主政治，所以认为民主是有自我防卫能力的，对于那些危害民主不宽容别人的政党，民主政治是不宽容它，所以民主只能够宽容那种会宽容别人的政党，不宽容别人的政党民主是不宽容它的。但是另外一说是从比较政治现实的一个考量，另外一说就是认为这种极左极右的这一种政党，你即使把它禁止掉了，他的支持的群众还在，你把它禁掉了，可是呢它还存在，那么它的支持者基本上就不再能够光明正大的活动，那么最后他这么说，你等于是逼他进入地下，那么逼的这些极左极右的人进入地下活动呢，那这一个反而会让这一个舆论社会大众呢反而没有机会来监督他，所以这个到底是要不要持续这一个违宪政党的禁止这个制度，就在德国就引发这种讨论之后呢，结果就是从1950年代禁止那两个极左跟极右的政党之后，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经过1960年代、1970年、1980年、1990年都不再有任何一个政党被宣告违宪、被解散，所以又有那种共产党，那么也有一些比较极右的一些政党，那么特别德国统一以后，极右的新纳粹党也其实是非常多啊。那么他们最近呢也有几个案件，又开始又有人要申请要解散这一些新纳粹的政党，他们其实就是相当有争议啊。好吧，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一个有这一个概念啊。那我们有没有呢？这个请我现在来请各位看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在增修条文的第五条的这个第五项，这里有提到，各位看这里，看得清吗？政党的目的或其行为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秩序者为违宪。就说一的，他如果是危害中华民国存在，也是违宪的政党，或者他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也是违宪的政党。
我们的这一个条文是在1990年的初的时候修宪，当时就引进来。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100%抄德国的这一个条文。那么当时呢，就是因为解严以后，我们在前一周有跟他说过，我们解严以后并不是马上进入到一个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开放的一个国家，它是像切萨拉米，是一步一步放宽的。那么当时就是又涉及到说，我们现在要开政党，要那个党禁，要解除党禁。那么当时的这一个执政的就是国民党政府，那么他就很担心，他这样的话，如果党禁解除之后，那我们是不是要容忍共产党？然后呢，是不是当时台湾从来没有人想到说要不要容忍极右的法西斯党，台湾可能没有那一种，可是共产党那种就是很担心。可是当时我们引进的这个条文，当时一个讨论，其实以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政府，他的关键他的考量其实是在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而不是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政党，也就是说他在防独啊，也就是防独。因为当时就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最大敌人其实就是民进党，那民进党被认为说他是一个追求台湾独立的政党，所以认为说你如果追求台湾独立呢，那就是在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那么我们有了宪委的这个条文之后呢，我们又有进一步的一个法律，这个是由内政部他一个政党审议委员会，所以如果那个内政部认为这个政党是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自由民主宪政秩序，那么他就可以向申请大法官、司法院的大法官，由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来审理，看看这个政党是不是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是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要不要宣告解散。那么这个各位看呢，这个第五条的第四项就是大法官哦，那这里有提到，你看前面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的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的事项。各位你们的印象，我们大法官曾经有解散过任何一个政党吗？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内政部也从来没有去申请过，那当然大法官也就不可能有那个机会来审理。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并不因为他的党纲，我已经忘了，民进党应该就是台独党纲，基本上应该就是说现在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这样子。这样算不算是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呢？民进党只是说他认为说现在就是已经是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那只是说他不追求跟对岸的中国统一成为一个大中国，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所以这种不追求统一或是不追求合并，那把台湾当作是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的一个政党，它算不算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各位你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另外即使是这样子，各位想想看，如果有一个政党他主张呢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然后承认中国大陆的这个主张呢，就是要让台湾香港化，成为一个特区，成为一个特区，就是所谓一国两制。
各位，你们认为说这个有没有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因此，这个目前在台湾，这就是一个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不过我只能够说，幸好这个内政部也从来没有去考虑呢，去申请大法官来认定。如果这样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会在台湾的政治的安定呢，会投下一个变数啊。实际上，即使说有一个政党，他我相信在台湾，你如果主张就是说呢，一国两制，哦，就是说我们就希望说让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后让台湾成为像香港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我相信主张这一种的人数一定是极少数了啊，是极少数。那么，就像这个白党政党也是存在，那你没有把它禁止掉，我们并不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说，你信不信赖台湾人民我们的政治的这个判断，我们的民主的成熟度。你如果把它禁掉的话，反而会制造那个劣势啊，那这个是不是好或不好？所以这个要不要申请一个向大法官申请判断要这个政党有没有违宪，这个也是那个申请的机关呢，这个就是说内政部他也必须要做一个政治判断，有没有那个必要。那我们假设如果说呢，在国民党执政的政府，如果他认为说民进党他的主张是危害自由、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哇，那这个事情就非常大哈。那你如果把一个政党，假如他的民意的支持率，现在我们全国第一大党就是民进党的，你如果把全国第一大党就是把它解散掉，哇，他对整个的那一个台湾的那一个政治的安定呢，哇，这个又是会就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不过，不统一是不是就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这个你还要问中华民国多大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不是就等于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就是秋海棠？这个秋海棠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大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一个老母鸡啊，可是呢，这个国民党一向称呼的是秋海棠啊，包括外蒙古也是中华民国的等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到底中华民国多大，这个就是有一个解释的空间。过去呢，也曾有人问过，那到底向大法官问说呢，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到底多大啊？那么大法官有一号解释，来帮我查一下第几号解释，328吗？有一号解释，大法官呢，他挂出一个免战牌，大法官说呢，中华民国领土多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应该由一个司法机关来解答啊。就是大法官的一个看法。这个的确是这个就是四两拨千斤了，认为说这个不是法律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那各位，你们真的认为中华民国领土多大是一个只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吗？那它不是法律问题吗？啊，这个你们如果。这个问题呢，这关于违宪政党的禁止呢，我们在第三节的讨论课呢，有一周呢会讨论这个问题，你们再跟助教呢，大家来讨论。好吧，那个我们刚刚介绍了，就是宪法规定，就是说政党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者是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这个是违宪。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案例。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禁止违宪的人民团体也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跟他介绍过的，就是外独会案。我们的人民团体法
有一条规定，就是说人民团体呢，各位您看一下人团法第二条，人民团体的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现在我们这个人民讲的是人民团体，他不是讲政党。644号解释的申请人，我过去曾跟他说过呢，他申请人就是，我们台大经济系的教授陈思梦，他组成的，就是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简称外独会。那么，他的这一个团体成立之后，他要向内政部要去登记。那内政部呢就拒绝登记，内政部说你的这个外独会认为这个就是主张分裂国土，会不会分裂国土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只是过去内政部认为这就是分裂国土，因为内政部早期国民党政府的看法当时认为说我们的国土就是给予全中国，所以你外独会就认为说这个是在主张分裂国土。那你如果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澎金马那么大，那这个是不是分裂国土？那当然就不是。所以分裂国土这个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外独会不被认可，认为违反人团法。那么陈思梦呢，他就申请大法官释宪，请大官来判断一下人团法这个规定有没有违宪。我们宪法是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也都是一种广义的言论自由的一环。那么在这一号解释呢，大法官就宣告他违宪，认为，人民团体的成立呢，你不能够因为他的这个团体的诉求的内容违和，你就一开始就拒绝他的成立。这个就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跟他介绍的445号，就是一样是讲到那个集会游行。大法官也是说，你不能够以集会游行的诉求的内容为何而来决定要不要把它解散掉，你只能够从那一个时间、地点、形式就方式来判断要不要解散一个集会游行。所以同样的，大法官在这里也是认为，人民团体你不能够只因为它的主旨、它的宗旨是在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那么一开始就不予许可登记而不准他成立。可是大法官呢，在这个644号解释呢，他又做了一个解释啊，他认为在诠释这个人民团体法这一条规定的时候呢，应该要依照我们宪法，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一个违宪政党禁止的那一个规定呢来解释。所以大法官是认为说呢，对于人民团体法的一个解释呢，以后就是变成是即使不是一个政党，而只是一个政党以外的人民团体，他可以主张共产主义，也可以主张分裂国土，但是呢如果达到宪法刚刚所谈的达到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程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解散掉。我再讲一下，这个就是并不是讲政党，而是一个人民团体，也就是人民团体以后如果跟政党一样，如果他的这我们刚刚有跟大家一起来看啊，这个征学条文怎么讲？再看一次，也就是如果人民团体的目的或行为
危害中华的民国存在或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这个就违宪。所以以后也是从六四四号解释做成之后，以后对人民团体的判断要不要解散，那么他的那个基准就会跟政党一样。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各位你们看看现在台湾政党的总数，你们理解台湾有几个政党？这个我查了这个维基哈，你们看到这个顺序啊？我们政党的组成是只要你去登记就报备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台湾的政党总共你看有那么多。他现在有293个啊。那个我们的政党的成立，现在就是采取的是一个报备制，内政部不能够审查，不能够依说你的内容是什么就不让他成立，只能够报备。只有在政党事后，你从他的目的或行为，如果真的是达到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时候，才能够把它解散啊，所以不能够只因为他的党章党纲呢有什么样规定就不可以。我们的那个政党真的是非常多元，那有时候就比方说呢，这个当时有一个政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呢，这个报纸也曾经登过呢，有一个政党叫做这个中国兵烟护国党，你知道这个党是在干嘛的吗？槟是槟榔的槟哦，就是支持槟榔业者的人呢、啊，那个组成的一个政党啊，所以我们的政党是真的是多彩多姿啊。那么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呢，所有这些政党里面大概有在积极活动的呢，那大概就是十个左右哦。那么其他的大概都已经是可能就登记之后。那大概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活动啊。好吧，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违宪政党的禁止。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啊，韩国跟台湾一样，也引进了这种违宪政党的禁止的制度。如果各位你们有留意国际新闻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两个月前，韩国的宪法法院他解散了一个亲朝鲜的政党，就是亲北韩的政党，那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统派的政党啊，这个就是韩国就是有，这是他们第一次引进德国的防卫性民主之后呢，他们第一次呢，就是解散了一个亲朝鲜的一个政党，那么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在南韩的国内呢，即使是反共的这些人物呢，他们也都认为，你把它解散的这个到底是那一个好处大于坏处吗？还是坏处大于？好处呢，这个就认为很难判断啊，尤其呢就等于是把它打入地下，那么也在国际上呢引起很大的争议，说韩国的宪法法院在打压政党，那么在打压言论自由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请大家也关注这一件事实。好，然后呢，这个防卫民主还有一个重点，这个就是我最后要跟他讲，言论自由的问题。公务员可不可以主张反中华民国的，还有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言论？在德国的防卫性民主，它的内容也涵盖这一点。
所以在1960、1970年代，德国有好几桩诉讼呢，就是有中小学的老师是共产党员，结果就被解雇了，认为这些，因为他们中小学老师是公务员，德国的公务员法就是规定，公务员他必须要尽其全力呢，要来拥护、实践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这个都是他们基于二次大战以前纳粹的惨痛的教训，在二次大战以后的一个规定。所以公务员你如果是一个极左或极右的，那么这个他们就认为说他没有资格担任公务员，就把他解雇。可是引起很多宪法官司啊。在早期呢，曾经呢，连那一个递邮件的邮差呢，有一个邮差呢是共产党员，邮差也是公务员，他们过去现在已经民营化了啊，跟台湾一样。那么过去呢，就是邮差因为是参加共产党，就被解雇了。那引起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说邮差他只是在送信，那一个共产党员在送信，难道会对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会有危害吗？是不是真的公务员只要你有什么样的党籍，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主张，就真的会达到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吗？解雇共产党员的这个邮差的这个事件后来被宣告违宪，认为他的这个解雇的这个决定呢，违反比例原则，就太超过了。可是很多案例呢，这个中小学的老师，那么他有的是加入极右派的新纳粹，有的是加入极左派的共产党，而被解雇呢，那么这个也是有的打官司，有的打赢的，有的是打输的。那这个就是由他们的法院依个案来判断他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危害到底是多大。反观台湾呢，这个我在这里举一个郭冠英事件啊，这个各位你们知道郭冠英啊，就是范南青的事件，他有几个言论呢就引起争议，比方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台湾只是中国叛离的一省，哪来主权啊，这个都是他的用词都是跟对岸是一样的啊，所以他说根本没有台湾这个东西，台湾不是省哦，更不是国，只是个鬼岛哦。另外，他又说台湾就是台湾哦，现在走的是死路，没有资格回归，只有武力解放后实行专政哦。所以他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用武力来解放台湾，然后要专政台湾人啊。然后他说看台湾之恶就知道祖国改革开放一定要慢，所以他要求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要改革开放哦。西方2422一定要先排除，武力保台也不能够谈任何政治开放，一定要正反肃反很多年，啊，就是说要要求中共呢，武力解放台湾以后还要正反肃反啊，台湾人啊要思想改造，也就是把台湾人要改造一下啊，等等等，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前面这一段呢，对我个人而言其实。还好了，这是言论自由，可是这一个就等于是这些基本上就是一个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武力解放台湾，等着要专政，像这个都是已经是一个危害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者是呢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有那个意涵。那当然这个一个公务员的我要跟他讲，郭冠英他当时是我们的新闻局的官员，甚至是驻加拿大的代表处的一个公务员，好像是九职等的公务员。可是他是一个，据说是一个才子，文笔非常好。后来他就是因为这个言论呢，最后被应该是最后被这应该是停止啊，还是被免职。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宪法上
有很多政治的讨论的地方，因为郭冠英知道他这个言论呢，可能是不见容于多数台湾人，也可能不见容于，即使是国民党政府，也不能够容忍他这种言论，所以他当然是用笔名，用笔名，他不是用真名，所以他就是用范南青的笔名，而范南青意思就是范南军呐、啊，他认为他是范南的范南军，范南的阵营。所以就是说，一个公务员，即使他不应该有反民主、有主张共产主义的这一个言论，可是如果他是用笔名，国家难道还要管人家吗？也就是说，人民是不是有匿名发表言论的自由？这个当然是包括啊。不过本来大家都不知道说，你如果只是一个范南青，他讲这种言论，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据说他是被肉搜了，肉搜之后发现说啊，原来这个范南青就是郭冠英，而发现说郭冠英就是公务员，所以这个就引起了这个轩然这个大波。不过我们就不再讲他的这个细节，现在只是说大家要来，我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公务员言论自由是受到限制的。每一个公务员，你如果担任的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公务员，基本上你当然就是必须要能够捍卫是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反民主，你本身是一个主张共产主义的人，那你效忠的是北京政权，甚至呢要求北京来武力解放台湾，那这样的人他来担任公务员，你觉得这个我们的法律秩序可以容忍吗？一般人是 OK 的，一般人可以有这种言论，除非他的言论是对于公共秩序造成一个明摆要立刻的危险，不然他都是一个言论自由。可是公务员基本上是应该受有这个限制的。好吧，那我们把这个防卫性民主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关于那个言论自由还有很多啊，这个我们今天就快速的就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来讲一下仇恨性言论啊。这个仇恨性言论呢，主要的就是以种族为主要的区别的一个标准，对特定的种族，以特定的种族为对象发表了一个仇恨性言论。但是在很多国家呢，就这仇恨性言论的范围就扩张，还扩张到呢宗教，以宗教的出身呢、啊，就是你信仰某一个宗教，难道你对这一个族群做出一个仇恨性的言论？或甚至呢，你对于某一个特定性倾向的族群做出一个仇恨性言论，在很多国家，它的这个仇恨性言论的管制呢，也都包括在内，不限于一个种族。仇恨性言论的管制也一样呢，是以德国是最典型的。德国也一样是跟刚刚我们所谈过的防卫性民主相同的问题，他们也是基于二次大战以前纳粹的这个惨痛的经验，所以二次大战以后他们就严格禁止仇恨性言论。因为纳粹时代呢，就是透过纳粹党的发动，那去教育这些白人，这些雅利安人，那么就是说犹太人他就是吸血鬼，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蛆啊，那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害虫寄生虫，那应该要把它消灭。难道说呢犹太人就是这种低等民族？所以这个都是过去就是说犹太人是劣等民族，
是吸血鬼，然后散布毒素，应该要把它灭绝，赶出德国。所以最后呢，就是他们把犹太人都关进集中营，然后呢灭绝这个犹太人。所以二次大战以后，现在的德国的刑法有一条，就是你对于一个特定的族群，基于他的种族的属性，或者是基于他的宗教信仰的属性，而对他做出一个仇恨性的言论，那么有可能会引起公共秩序的危害的时候，那么这个仇恨性言论就构成犯罪了。那么在联合国，也是二次大战以后的这个联合国，它也有一个反这个种族歧视的一个公约。那么它也要求联合国的这些会员国都应该要禁止种族仇视的这个言论，但是有的国家没有签署，就像美国，美国它非常重视言论自由，并美国因为它没有纳粹过去的这种经验，所以美国就认为说很多事情都可以透过教育来解决，他们不愿意说透过法律来禁止这种仇恨性的言论，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看法。我们继续呢，这个再跟他介绍这个仇恨性言论。这仇恨性言论呢，在很多国家都用刑法来禁止。所以，如果你在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旅游，很多国家不仅是限于德国，都有透过刑法来禁止这个仇恨性言论。所以你如果在德国有这一种言论，那这个就是会犯罪了。在德国甚至你如果展示那一个纳粹的那个标志，那个叫标志叫 Hakenkreuz， 就那个他的一种纳粹的那个十字的这种标志，也会构成犯罪哦。因为这个会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一个类似，这我作为就讲，它是一个颂扬合理化纳粹集权统治的行为，这个也是构成犯罪哦。在差不多四五年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有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小镇叫做 Wunsiedel， 这个小镇呢是某一个纳粹的一个二号头目，他那个死掉之后呢，他埋葬的地方，那么他的这个埋葬这个小镇呢，在新纳粹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每一年这一个纳粹的这一个头头呢，他的去世的纪念日还是他的生日纪念日呢，这个新纳粹的群众都集中到那个小镇那里，去纪念他，去那里游行。等等，那么你如果去纪念、去游行，那个其实就是颂扬这个纳粹的集权统治，因为在他们的一个观点，纳粹其实就是种族仇恨的一个代表，纳粹就是在反这个反犹太的。所以你如果到这一个纳粹的这些大毛头他的坟墓那里去集会，然后在那里举纳粹的旗帜，那就表示说你是支持过去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个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后犹太人族群，或者你是大屠杀的这个幸存者或他的后裔，情何以堪？所以这种颂扬合理化纳粹集权统治的呢，
这个就构成犯罪。同样的，德国的刑法还是规定，你如果否认纳粹大屠杀，这个也是构成犯罪。纳粹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就是屠杀了好几百万的犹太人，全欧洲的犹太人大概都被屠杀了这个八九成，几百万人被送到集中营，到那个瓦斯室里面呢去处以死刑，处死。这个问题呢，还是目前还是有很多新纳粹，他们否认，或者是说他们不否认有这个大屠杀，可是他说没有死那么多人呐、啊，可能没有几百万，没有几百万人，可能几千人等等等。像这个，你如果否认有这个大屠杀，或者是把大屠杀呢，你把它这个，它的规模，就是说没有死那么多人的这个，在德国也是犯罪。所以这是一个对于仇恨性言论的一个很管制非常彻底的。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也都有这一种这种规定，法国也有。可是到了美国却不一样。美国你如果公然说这是非洲裔的人是黑鬼，那你跟我说黑人智商比较低，他只会运动，然后说黑人是劣等种族或等等，那么这个在美国是政治上你会受到批评，但是呢他不违法。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这一类的，他当然他不仅是骂黑鬼，他还骂这个拉丁裔、亚裔，还有这些难民等等等。美国过去呢发生一个有几个案例呢，在一个应该在 Michigan 的一个镇叫做 Skokie 啊，这个镇呢，它这个小镇住的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或是犹太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么他们很多人都住在这个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族群聚居的一个小镇。然后美国的新纳粹他们就故意特别选就是要到那个 Skokie 这一个镇要去游行，然后再去举那个纳粹那个 Hakenkreuz 的旗帜，就是基本上就是去挑衅了。那么这个 Skokie 的这个市议会呢，他们就通过一个地方的法律，那么他们就禁止这个宣扬这个种族仇恨的这一个集会游行呢，在他们的镇呢举行。所以就变成那些新纳粹分子呢，他要去集会游行呢，就被禁止，被那个 Skokie 这个镇禁止。那么新纳粹呢，他就打官司，提起诉讼。他认为这一个 Skokie 这个镇议会市议会，他通过了这个地方法规，侵犯了言论自由。他说呢，我要到哪里去游行？然后我的游行的诉求就是说呢，颂扬纳粹，然后呢反犹太，认为犹太人都是低等民族等等等。他认为这是我的言论自由。那么这个镇议会他通过这个法令禁止，就针对特定的言论而禁止集会游行，他认为这个是违宪的。就告到法院，最后到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最后都打赢了。所以就是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认为说这个是言论自由，你不能够因为他诉求的言论的内容是什么而来管制。总之呢，就是说除非那个言论会达到明白而立刻的危险，不然的话呢，你如果法律只因为他的诉求的这个内容是这一些是种族仇恨，你就要把它这一个禁止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他认为这是违宪的。联邦最高法院后来就慢慢改变他的一个见解，
后来呢，有一个案例呢，是针对黑人的。你们知道说，美国南方各州那些反白子呢，都有3K 党。有一个案例呢，3K 党在一个就是有黑人，他住的那个社区被认为是比较高级的白人的社区，可是黑人他却买房子住在那里，那就引发了这些歧视黑人，就是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那么就盯上他，所以他们就在那个黑人家里的后院，有一天在半夜立了一个十字架，然后烧十字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警告，就是呢，就是警告你说你不再走的话呢，那我们会对你这个不利。这个烧十字架，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仇恨性言论。可是后来呢，这个还是一样被禁止。那么这个禁止被认为这个是应该算是合宪，因为后来美国法院说这种仇恨性言论，你可以把它禁止，就是因为你烧在别人的后院烧十字架，这个已经进入到恐吓的阶段了。我相信你如果是一个黑人，你知道说南方很多是3K 党，然后3K 党他们当然就是说在别人后院烧十字架，然后下一步就是有动作了。所以你在别人的后院烧十字架这一种言论已经进入到恐吓，那恐吓那就没办法，这个一定是每一个国家他绝对不会说这种恐吓，这是一个言论自由，所以这就会被禁止。好吧，那么回到我们台湾，我们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呢有管制这种种族的仇恨性言论。一开始我们第一周有跟大家介绍那个侮辱罪，那你侮辱一个族群，侮辱一个种族，算不算刑法的那个侮辱罪啊？那这个有争议啊。那么大多数的一个学者认为说，这个侮辱罪或者是诽谤罪呢，它是针对个人的侮辱，针对那个个人的诽谤，而不是针对一个族群。所以你只是没有指涉个人，而只是说概括的，就是说呢，这个黑人都是怎么样子，原住民都是怎么样子，外省人都是怎么样子，本省人都是怎么样子，客家人都是怎样子，都是这样。那像这一种是一个这种仇恨侮辱的言论呢，很难说它会构成。所以有一段时间，那就是都有政党主张要立一个法，要来处罚这一个仇恨性言论。那么一开始主张的这个仇恨性言论的呢，是过去我的印象就是新党曾经提案，可是后来呢没有通过啊。因为舆论的这个学者大家都在讨论，台湾你如果引进这种仇恨性言论，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举动啊？那么当时这个新党呢，基本上呢就是认为当时就是说外省人是少数，那么当时呢这个新党崛起的时候呢，是本土的势力呢在崛起，所以可能会有那一个这个危机感，所以认为说呢，你任何人你如果在公共的言论，那么对这一个某一个族群的产生主张的仇恨性言论呢，或仇恨侮辱的，那么这个就犯罪。那就是说有人因为有人在政治上骂起来，就是说外省人呢，这你就
陈先生当时呢，很多人就举一个例子，说陈水扁当了，就是说呢，你如果主张统的话呢，他说台湾海峡没有盖子了，意思就是好吧，你就游过去。那这个当时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仇恨性言论，那有人是说骂说呢，这个是猪啊，等等等。那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那个刺伤人的一个言论，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主张啊，就是认为这个仇恨性言论。可是当这种主张一提出来的时候，在学界大家就在讨论，那我们台湾要怎么定义什么是仇恨性言论？那么另外一批人就是主张，就是说呢，你骂本省人说你是皇民后裔，皇家的皇，就是说你是日，就是那个日本人的皇民，那这个是不是仇恨性言论？哇，这个就问你就又引起争议。那很多人就是说，你如果到中正纪念堂去，默拜，去不是默拜，去蒋中正的像去敬礼，那这个是不是仇恨性言论？这各位想想看呢、啊，这里有一个颂扬合理化纳粹集权统治哦。那这我们刚刚说过呢，这个德国就是说，你如果到那个纳粹的这个大魔头的坟墓去集会，那去致敬，在这德国是犯罪的。那在台湾，就刚好就是说有一群人是奉蒋介石是救星，民主救星，所以他很尊重他，所以每一年他的那个生日或什么呢，他会去陵寝去致敬等等等。可是另外又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蒋介石过去是228或者是呢这一个白色恐怖，他是一个杀人的一个大魔头。所以你如果有一个在台湾，你如果立的一个种族仇恨性言论应该要处罚的法律，你要怎么来界定什么是种族仇恨性言论？那是不是在台湾呢？问题反而是引起更大的一个争议。所以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仇恨性言论？这就是一个在台湾会几乎就是引起一个更大的一个争议。也就是说，在我们宪法上会认为法律的明确性呢不够。那法律明确性不够的话，那就是执行起来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最近呢，这个有民进党的立委，他又想要立一个否认228大屠杀罪。所以你如果公开否认你有228大屠杀，或是把228大屠杀认为说他没有那么死，没有死那么多人，他可能只是死几十个人，这就是好像有名人说228没有死那么多人啊，才几十个人啊，不要大惊小怪。那么这个就又引起228的受难者的遗属，大家认为说你在我的伤口撒盐，那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一种种族的仇恨性言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认为说，你台湾要不要引进228大屠杀否认罪呢？这跟那一个纳粹大屠杀不一样，纳粹大屠杀已经被认为说这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一个大屠杀，可是呢，虽然如此了，公认也好，可是新纳粹否认，认为这个是谎言。而228大屠杀呢，现在就是说，在台湾还是有一群人，他认为没有228大屠杀，或是有228屠杀，他只是被夸大而已，他死的人没有那么多。那这样的话，这个你要不要那个引入这种否认大屠228大屠杀罪？这也是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所以也有人认为说，就不要立这种罪。那这个很多事情就是应该要靠教育啊，那么不要动不动就祭出刑罚这个手段啊。我个人目前的看法，我也不赞成立法用刑罚来这个来禁止你所不喜欢的言论。我要强调，即使有一些言论我们认为说真的是非常恶劣，是伤人感情，但是未必就是说呢都一律要用刑法来加以这个
禁止。好吧，这个是我对仇恨性言论的一个看法。那我们最后呢，再看宗教仇恨性言论这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个宗教仇恨性言论，可是他就前几年就是在巴黎就发生那个《查理周刊》血案，那就是《查理周刊》呢，他就有那个漫画被认为是丑化伊斯兰，那这个丑化就是这一个。这个查理黑布，这个就是查理周刊啊。那这个就是被认为就是丑化这穆罕默德啊。那个，然后呢，更严重的就是这一幅啊。啊，这是穆罕默德，他就丑化。那这个可能那个周刊认为说这是一个言论自由，他只是一个幽默，一个创意。那这个漫画呢，就激怒了伊斯兰教的信徒，认为你是在丑化阿拉，丑化或是呢丑化那个穆罕默德他的圣人，所以最后呢就是枪手就是到查理周刊社，就一扫射呢杀死了好多人。那么这些问题，当然当时各位你们还记得吗？很多人都说大家都很支持查理周刊，就大家就纷纷，很多人在脸书就说我是查理啊。就是在那里就说我支持他，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可是在这里我们 就思考，既是言论自由，你在对一个宗教在丑化人家，那提出仇恨某一个宗教，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只是说法律要不要禁止，可是欧洲都没有禁止，没有一个国家禁止。那么，在几年前呢，在联合国那个阿拉伯世界的还有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呢，他们联合提案，要求呢立一个联合国的公约，就是禁止宗教仇恨的公约，因为联合国已经有那个禁止那个种族歧视与仇恨的公约的。那么伊斯兰国家也希望要制定这一个禁止宗教仇恨言论的公约，可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些阵营呢，他们都纷纷反对，认为这个是言论自由，所以在这里大家都这么说，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伊斯兰跟西方文化的一个冲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所以用各位看这一个，这一幅漫画是在《查理周刊》血案发生更早，应该到了大概是更早，这七八年前，丹麦《日德兰日报》的一个漫画，它也是在调侃伊斯兰。那么这个就是，你看他把那个穆罕默德的那一个他的头巾里面呢，那就画了一个炸弹，因为当时就是呢有伊斯兰的这个人肉炸弹哦，那么去就是变成就是恐怖分子。那么这一幅画，这个他的 Stop Stop We Ran Out of Virgins 啊，这个就是因为各位你们有看过那个报纸或者是曾经有登过呢。就是因为那个恐怖分子呢，他自己去当人肉炸弹去炸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个组织的领导人都会跟这些人肉炸弹说呢，你们就去当人肉炸弹死了之后呢，你们是烈士，那根据可兰经，那么你们就上了天堂，那么根据可兰经呢，就是这些烈士呢，就是有天堂上呢有几个 virgin 可以来那个服侍你，
是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是看了那个文献的。所以呢，这个日德兰日报他就话说停止，不要再来了，因为这些都是去死掉的那个人肉炸弹，所以他说我们的 Virgin 已经用尽了，你不要再来了。这个都是被认为说这是一个丑化伊斯兰教的一个言论。那么当时的丹麦的伊斯兰的社区，那么也纷纷抗议。可是呢，这个丹麦就是西方国家的人，他们认为这是言论自由，所以就是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伊斯兰的信徒，他们都认为他们被西方的社会呢所歧视，那么要求要定这一个禁止宗教仇恨性言论的公约呢，也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没有被接受，所以才又发生这一个后来的这查理周刊的这一个血案。那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一个幸好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台湾人是一个在宗教非常非常宽容的一个国家，我们不会因为宗教理论都是很绝对的。可是呢，台湾人即使是这样子呢，我们不会因为你是什么宗教呢，就是互相歧视、互相丑化。这个宗教在台湾比较不是问题，台湾的问题是统独啊，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好吧，我们政治性的言论就谈到这里。到目前为止，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吗？不然我们要下面就是要。最后一个言论自由，我们花很多时间，因为我很重视言论自由，所以希望说让大家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呢能够更深一点。我们最后再来谈最后另外一个单元，就是色情言论。好，我们现在要介绍617号。京京书店这个案子，我就快速的把那个助理帮我做的这一个 PowerPoint， 他做的非常精美，那很详细啊。那这个你们可以上那个 Sidebar 哈，那可以参看哦。那现在就是讲他的事实啊，他的这个申请人。比较多，只是申请人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京京书店，还有他的老板。京京书店就是一家，最主要就是在贩卖同志的色情书刊言论的一个书店，就在台大附近。那么老板就是赖正哲。然后他就开幕啊，经营书店，那么这个书店又兼营这个咖啡馆。他就是他说感受到同志活动空间的稀少，男同志只有夜行犬啊，所以开创一个标榜同志为发声主体的空间，这是同志书店。那么这是他为什么在说明为什么取名京京啊？那么这个店上面都有彩虹图啊，这就是京京书店的外貌。关键就是事实就是他从香港进口南桂坊的这一个杂志。那时候就被，就是在那个京京书店展示啊。那么最后被警察，就是基隆刑事组去搜索京京书库，
带走书架上的这一个标志限制级的书刊的这些雄风啊、兰桂坊等等那一个这些杂志。我要跟大家说明，它是有封套的，标示限制级的书刊，18岁以下不得购买。可是呢，刑事警察局带走他这些之后，就以这个为证据，就起诉他违反刑法235条，就是散布、播送、贩卖猥亵的文字、图画、声音、影像等等等，或公然陈列，或供他人阅览、观赏、听闻啊，这个就是构成犯罪。那么这个赖正哲，他最后被判决有罪，所以最后呢就向大法官申请解释，请大法官审查刑法235条有没有侵犯到言论自由，因为色情言论也是一种言论自由的一种，你为什么能够单凭说他是猥亵，那么就认为构成犯罪。这就是整个的那个过程啊。那这个就是被认为妨碍风化罪，叫235条，就是妨碍风化罪的一种。那么他的辩护律师邱焕全律师，这是我的学弟啊。那么这是他过去，他在整个的那个审判的过程，他的那个诉求。透过这个媒体，在申冤哦诉求的整个的那个过程，那这个基隆地院首次开庭哦，做秘密的审理。那么这是有一个地检署委托有一个中华民国图书评议委员会，他认定说这是违宪啊。这是他的猥亵的这一个，请各位看他的文字的描述就好啊。当然，这个案子呢，到大法官在审理的时候呢，也把他的申请人把那个雄风啊、兰桂坊的图片呢，也都呈上宪法法庭。那我们当时在审理的时候呢，那叫大家就一一传阅啊，让他看一看，雄风的内容是什么了。然后我们有你。女大法官看的时候啊，就是啊，给你看，给你看，他就不再看了。至少我们要了解一下，到底他的这一个内容是怎么样。最后他都是被判决有罪的哈。那这个，这就是他来开庭的那个过程啊，做座谈的文宣。我的这位助理真的是写的非常详细。所以这个就是赖正哲他诉求，同志有选择情欲模式的权利，他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他认为说呢，目前的主流社会在妖魔化这些情欲的出版品。他认为说，这是同志呢，他的情欲的。这一个言论呢是一个弱势的啊，那这个就是这一位就是赖正哲。然后一审被判决有罪，到了二审也一样被判决有罪啊，被认为说这个是所以他们最后就是要申请释宪啊。这就是他当时的一个诉求，这是一个不长一场不停止的战役。他要求废除刑法235条，要平反情欲政治受难者的一个行动啊。这当时这些图片呢，这是当时的一个
他判他最后有罪呢，并不是处以有期徒刑，而他可以一颗罚金啊，所以他没有入狱，就是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很多社会团体，不限于同志团体的，都在声援这个释宪他的申请的一个活动，就是要挑战刑法235条。最后，大法官做成617号解释。首先，大法官承认言论自由的内容，包括性言论的表现，还有性资讯的流通。这是大法官呢明白的说，言论自由包括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称为猥亵言论，或者是色情言论。只是在617号解释，大法官就是用的是性言论、性资讯。但是大法官又进一步认为，有一个社会风化，这个社会风化是先于宪法跟法律而存在，是逐渐形塑为社会多数人普遍认同的性观念还有行为模式，而客观称为风化者。而社会风化的概念随着社会发展风俗便利而有所不同。他说，民意机关去体现什么是社会风化，因为民意机关它是具有民主正当性，是人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他来立法来确定说什么是社会风化。那么妨碍风化罪就是为了保护社会风化，对于妨碍风化的言论呢，他要加以取缔嘛，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处罚妨碍风化的言论这就是一个，就是230条，就是这一个可是大法官又进一步认为，每一个不同的族群有他的不同的性认知，而产生不同的效应。所以他认为不能够只保障多数人的性认同，也应该对少数的性文化的族群也应该予以保障不过接着大法官又进一步认为，那客观上如果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厌恶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碍于社会风化者，那这个就是猥亵的言论。猥亵的言论或出版品必须要跟艺术性、医学性、教育性的言论要区隔。要怎么区隔呢？他说就是要依社会一般通念来决定。那么最后大法官认为说，刑法235条，他说他为了保护社会风化，所以他的管制目的是正当。最后他也认为说他的手段也是合理，认为他是合宪。不过617号解释呢，他对于刑法235条的解释，他把它限缩了，为了维护少数的那个性文化的一个需求，他把它限缩。所以他限缩就是说，对于含有暴力、性虐待、人受性交而无艺术性、医学性或教育性价值的猥亵资讯物品，或对其他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令一般人感觉不堪呈现于众，或不能忍受而排拒之猥亵资讯物品，未采取适当之安全隔绝措施者，这个就构成犯罪。所以617号解释之后呢，他把这些色情言论，他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所谓暴力、性虐待、人受性交而无艺术性、医学性或教育性价值的这些资讯，所以这些资讯是一律禁止，不管你有没有加封套，有没有加上18禁的这些警示的标志，
一律都禁止。所以一律就你只要是有这种言论的话，有这种内容，就是性暴力、性虐待、人兽性交，那么这个就是一律禁止，就会构成妨碍风化。那如果是一般的色情言论、图片，即使这种色情被认为说它就是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令一般人感觉不堪呈现于众啊，那么这一种言论呢，是并不必然要取缔，只要你有采取适当之安全隔绝措施，它就是合法的，就不构成犯罪。那所以说，617它在整个的论述的过程呢，遭受到很多法律学者的一个批评，但是就结果言，617大幅的开放了色情言论，也就是说，它只是禁止那个性暴力、性虐待、人肉性交，其他的，即使是有那一个性行为描述性行为的那个图片、电影、DVD。这一些只要他在贩卖的时候有一个封套，然后没有，然后有一个警示的标志，不会让一般人路过经过呢马上看到。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形的话，617要解释就认为它不构成刑法235条。这个已经是对色情言论的开放一个非常大的往前踏进一步，它其实就是表示说，很多当时做成617要解释道尔观，有的人认为说，那就无疑表示说，这些色情的刊物呢，已经可以进入社区，社区都有很多，比方说是 7-Eleven、全家这些，他各位你们要知道说，他们都可以贩卖这些DVD， 也有，你可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也有一些色情的，只是说它会有一个封套，只要它的内容不是这一种暴力、虐待、人兽性交，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其实呢，当时在做成617要解释之后呢，那个当天很多大法官就是担心哦，会不会这一步踏得太快太远了，因为当时很多大法官担心说，这样一公布之后，隔天卫道团体会来包围司法院啊。可是后来发现大法官的认识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卫道团体来包围司法院，反而当时的舆论比较多的言论还是批判617，认为617呢，对于这个色情言论呢，太管制了，认为意思就是说认为开放还不够啊。其实617的这种开放的程度，已经是跟欧洲绝大部分的国家几乎是一样的，只有输给我输就输，我就说开放的程度呢，大概输丹麦。因为丹麦呢是人兽性交的黄色电影的大本营，全世界很多全球制作人兽性交的这些都是在丹麦制作的，所以丹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开放。所以各位你了解一下，这617做成之后呢，它的开放程度呢就是分成两类。那么在学说还有坊间上，大家把这种暴力、性虐待、人兽性交的这种色情言论，把它称为这个叫做硬蕊，硬蕊的色情言论，英文就是 hard core 硬蕊。那么色情可是不涉及暴力、性虐待、人兽性交的呢，那这个就被称为软蕊，就是 soft core。那软蕊只要有附加封套，就是说附加封套、警告标示或限于依法令特定之场所等等，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开放了。
那么这个基本上，各位对这个的六一七的认识就到此结束。那当时大法官都还担心说六一七是不是开放太大，可是呢，赖正哲金书店呢，就还有很多声援金书店的团体，大家都对六一七激烈的批判。你们看这个就是，他还哀四字六一七啊，他认为六一七是继续在默许道德杀人，鼓励歧视啊等等等。可实际上，如果根据六一七的这个标准，京津书店这个是无罪的，因为它有安全隔绝的措施，它有包封道，即使它的内容，当时我有一一审阅啊，兰桂坊啊，雄风杂志呢，它其实赤裸裸的就是那个性行为的那一个图片，那这个性器官的那个全部都有了，可是呢，不管怎样呢，他没有性虐待，他没有性暴力，他没有人兽性交，他有一个安全的隔绝措施，所以持这个六一七号解释呢，基本上他应该是无罪的。所以事后呢，他们是可以申请非常上诉啊。好吧，那这个就是京津书店。那么我也想这个在花一些时间，这个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谈，把色情言论的比较法上呢是怎么样的来跟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啊。这个色情言论呢，在过去无论是在东方跟西方都是不管制的。你们知道希腊罗马时代有没有色情言论？有啊，你们看这些雕塑啊，都是不穿衣服的男性啊，裸体的在那里雅典的这个运动。还有你们看那一个希腊雅典的这些，其实你们知道这个在那个庞贝那个意大利南部的那个庞贝那个被挖掘出来之后啊，那么挖掘出很多过去被火山那个埋着那么久的这些那个雕塑呢，那个是言论的那个文献的记载，那些雕塑很多都是现代人，你看的那些雕塑你都会脸红心跳的一些雕塑。然后呢，在出来之后呢，这些雕塑这些涉及性行为的这些雕塑呢，都马上被那个庞培市的当局呢，都把它移到那个内部的馆藏，不对外开放，被认为说这个是太过这刺激，被认为是妨碍风化啊。那么可是一直要到印刷术兴起，那么才开始有管制猥亵性言论的这一个问题。东方的中国也有金瓶梅啊，这大家应该都知道有这个这个书刊。日本江户时期有很有名的春画，这个都是那个，所以这个性被认为说，这如果是人类的一个天性，那么你要怎么样来管制呢？那这是我们的刑法235条，我们刑法235条就是学外国的，中国也是。那这个日本的刑法，它这个就被称为猥亵物啊，就是散布猥亵物。英国的刑法，它叫做这一条叫做 Obscene Publication Act， 从1857年立法一直到现在。Obscene 就是就是猥亵了啊，猥亵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是它对 Obscene 的一个定义 ，Depraved and corrupt person， 它会corrupt 就是说会
恐怕就让人心呢堕落哦啊的那些 的这些动作哈。那意大利也是一样，比利时它对猥亵定义就是违反善良风俗，就这样。好，我们下一周再继续啊，今天就上到这里啊，下一个。